煮汤排骨免餐料，再配包咖喱仔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很多人妈妈说，哎，排骨直接穿汤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用锅子里面，如果再下去，更好吃。哎，对，我变了。对对对，我今天讲这种哎。今晚6点，33厨房。